台湾人种茶做茶的技术是国际有名，而半发酵茶的技术更是成为常德。台湾爱啉茶的民众上介意的口感，所以阿里山茶叶生产合作社今年春茶比赛现在已经来进入到评审的阶段，是特别聘请到国宝级的评审老师张水行亲自担任评审。预计伫咧12月27号，要伫咧嘉义市的中央广场来举行着展示会，嘛欢迎对着春茶有兴趣的民众。当前往来关心，要制作出特定的好茶，天地人缺一不可。除了要有适宜的气候、分布以及雨量以外，海拔的高度、地形管理、排水以及施肥等也十分重要。专精的制茶技术更不可少。因此，阿里山茶叶生产合作社每年拢会举办春茶、冬茶比赛，就以精进社员种茶、制茶技术。2014年，冬茶比赛已经由国宝级评审张水成担任主审，目前已经评审完毕，包装当中。阿里山茶叶生产合作社，咱今年冬啊茶，咱的茶农对咱也真照顾，啊真踊跃来参加咱这个冬啊茶、冬季茶比赛。咱报名有将近300点，所以咱这个茶品质依然是真好。阿里山茶叶生产合作社。为着讲要甲咱只茶农斗做一个行销，啊，咱即届有迄个活动，嘛甲刷伫嘉义市伫中央广场，伫即个中央喷水边啊，哦，迄块啊，咱真闹个，为早时10点到下晡6点，啊，咱对咱阿里山茶观山比赛茶有兴趣的茶农，或者讲咱只爱好啉茶只茶友，会当小酒来遐去啉茶，啊，咱即届嘛有咱明道大学一挂茶艺师来遐泡茶，来遐。甲咱参与表演。今年冬茶比赛有272点参赛，并分成青心乌龙组与金萱组。预计在12月27号伫嘉义市文化路中央广场举行展售会，同时颁奖特邀等等奖项予茶农。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可以前往感受冬仔茶香味甲口感。新闻综合性介观采访报道。